导读29岁的已婚女性因为宫颈 CIN2 疾病变，在外院做了 LIP 眼切术，三个月后复查仍有低度病变，她该怎么办？是继续追切还是寻求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？性别女，年龄29岁，居住地山东，诊断高危 HPV 感染，宫颈椎切后低度病变，主要症状腰底酸痛三年，下腹痛，脸颈部扁平流，外阴瘙痒，月经不调。诊疗经过一言一语相关检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